南京云锦是中国传统的丝织工艺品，有寸锦寸金之称，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后417年，在国都建康今南京设立专门管理织锦的官署锦署，至今已有1600年历史。云锦因其色泽光丽灿烂，美如天上云霞而得名，其用料考究，织造精细，图案精美，锦纹绚丽，格调高雅，在继承历代织锦的优秀传统基础上发展而来，又融汇了其他各种丝织工艺的宝贵经验，达到了丝织工艺的巅峰状态，被誉为锦中之冠，代表了中国丝织工艺的最高成就，浓缩了中国丝织技艺的精华，是中国丝绸文化的璀璨结晶。